现在是中国业余乒乓球团体赛的决赛，是广东。也是有点可惜，是变得这么轻松。补回来，但是还是跳出了台。正手去，他的力度控制得很好。球可能打得更加的不太稳。现在比分到了1比7，是个比较大的比分，也是一个很考验。也很难去判断。这个反手快播有点儿太着急了。边就飞了。球拍和球的角度是非常重要。就出台了。
赋闲姐有点没有招架住。防守的漏洞。无圈球，变到桌角一个非常刁钻的位置。边儿的地方，但是最后这个球呢是没有擦到台桌的边儿。在他回，在接这个回球的时候呢，出现了一些失误。接发球，这个反手的刺。